他们有些年轻人说我的身材很好。第一个就是舌头弓，撑吹肌，大力一点哈。他都有气哦，有气会跑出来。接下来，接着耍了舌头哦，舌头哈就是顺时钟、逆时钟各二十次。你看我哈。对，这样子可以保养什么？会好哩，笑脸会水。真的要给我确定来。天花现在要给大家报告，要安怎健康，安怎长岁寿，安怎袂老人痴呆症，吼、哦，啊，安怎水？来看我家，看我下卡。迄、那个头一个就是篮球健将，有无？长长的一个动作，你看哦，就简单嘞哦，安尼扶落去吼，扶落去后，按要解衣啊，迄落型，有无？啊，与肩同宽，吼、哦，安尼哦，三分钟，你爱徛，安尼会酸哦。超三分钟了，一生的了哈，好、哦，三分钟哦，啊，他这个骨头这边有骨头翼嘛，骨头翼哈、哦，它就会生长出来。常常运动的话了，如果半摆也无好，就会生长出来。生长出来之后呢，哈、哦，然后三分钟了，你就生啊就生啊，动作起码当作现在三分钟了，你就起来休息三十秒，哦，三十秒之后来再蹲超三分，你有办法五分钟你就蹲五分钟，他骨头的翼哈、哦，它也会跑出来。啊，慢慢的哈、哦，就是你这边哈、哦，就比较较用的对了。本来我走路哈、哦，本来我走路走无几十步哈、哦，啊，就一生哎，我现在可以走很长的路。第二个动作呢哈、哦，要让你会少年会水，吼、哦、会长岁寿，顺路哥让你吼、哦、袂老人痴呆症，就是咱的嘴巴、舌头跟嘴巴，哦，来，我要跟大家哈、哦、看，第一个就是舌头弓，撑吹肌。我的舌头很漂亮，很长哦，五十次，哇，大力一点哈、哦。它都有气哦，有气会跑出来，好、哦，气会跑出来，五十次之后呢哈、哦，接下来接着耍了舌头哦，舌头哈、哦、就是顺时钟、逆时钟各二十次，你看我哈、哦。20次，嗯，就先吐完舌头，然后再那个，嗯，对，好，那还有哈、哦，还有就是咬舌头，这个料就有那个舌头液会，这个比较少了，就会跑出来。等一下还有一个液体会跑出来哈、哦，黑的液体，啊，你要吞落去哦，不能吐出来哦。啊，爽了哥咬舌头，不是咬舌自尽哦，不能很大力哦，就是牙齿跟牙齿咬到舌头，轻轻的咬，30次。这样子，点着咬，不要太快，对，点的，好，莫个咬个破皮，咬个老汤，咬个断皮的话，对不对？唔好哈，三十次之后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动作，很棒，是舌尖往上颚、往下颚，那个时候唾液就会很多，唾液很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吞下去，多几次这样哈，要停它10秒钟，往上哈，就顶在上颚，上颚，好，再往下颚。10秒钟，你们试试看，它会唾液很多出来，10下，再下，10下，唾液出来就吞下去，无形之中，你每天就这样练，你看电视这样子啊，顺便看电视啊，把旧啊看电视啊，这个也在叮当，就这样子哦。所以这样子可以保养什么？你看我的皮肤啊，你看我的脚，你看看我一看，我皮肤有没有保养很漂亮？对啊，我这个17岁的小女生跟我比也不会差很多，不会差很多。白泡泡幼米米球底底软细细，特别么欧伊西的鞋哦。做这两个动作。对，就这两个动作就好了。我现在我的腰还保持到26周，你身材对。嗯，我保持身材。对，男哎对，他们有些年轻人说我的身材很好。对，谢谢大家。